在嗰度。안녕하세요여러분오늘은Hello， 大家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二，然后我现在去上课的路上。大家肯定会在想，为什么今天戴了个墨镜？因为韩国到了夏天啊，这个阳光真的是刺眼的要命。上次我出来买菜的时候，就因为阳光太刺眼，我都不知道镜头里我在拍了什么，因为根本盯不住那个镜头的那个反光那个镜面。所以今天我学精了，戴了个墨镜出门。然后现在呢，我准备去星巴克买杯咖啡，因为看那个 APP 的提醒，他们好像又出了新品，这一次貌似还挺靠谱的，但愿不像上次一样，又喝到一个板蓝根的味道。OK， 那我们现在先去星巴克买咖啡，一会儿见吧，拜拜。好好看哦。三层的冰箱是泡沫，底下是牛奶，中间是两个美式咖啡上，里面有肉桂粉的味道，能不能看见？哎，长这个样子，好神奇啊！那尝尝看味道怎么样？但愿不再是板蓝根的味道。拿错吸管了。哇，好甜啊，比那个板蓝根好喝多了。好喝。把这个秒混了有点可惜，但是貌似这样会更好喝一点。来，好喝哎，把那个底下糖浆搅匀了就不会很甜。推荐叫 cold foam cappuccino， 带奶泡的卡布奇诺。顶上奶泡是用无脂肪牛奶打的，所以这杯的卡路里大概是135卡路里左右，还不算特别高，而且味道其实也没有特别甜。推荐。还有很多朋友跟我建议了很多次了，小姐姐眉毛可以画细一点。其实有人私信我这个问题，私信过我这个问题，我也有回答过，为什么的眉毛一直画得不错？因为我画眉毛真的画得很不好，然后我的眉毛修眉毛之前就是现在这个眉形啊，是大概一年前两年前吧，在国内的时候找修眉店给我修的，我自己是真的不会修眉形，当时他就给我修那么粗，那个时候好像还比较流行韩式这种粗眉毛吧。然后我就一直保持他给我修的那个眉形，然后自己在刮，就我真的自己不敢下手去刮这个眉毛，把它刮得细一点。等我这次回国再去找那个修眉店给我修一修，到时候可能就可以画一个稍微细点的眉毛给大家看。Anyway， 先忍耐两天，各位。朋友想看我的 room tour， 本来我是想放在 vlog 视频里给大家随便看一看的，结果其实我上个礼拜就录一个 room tour， 结果一录就10分钟，我一个 vlog 视频也只有20分钟，一个10分钟的 room tour 就基本上砍掉一半了，于是我就不太想把 room tour 当放在那个 vlog 视频里面了。就是如果想看我的房间，虽然真的没什么好看的，如果想看我房间的人多的话，请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或者是弹幕告诉我，然后我会专门出一个比较简短的精简的我的小房间的 room tour 给大家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大家，我现在那边好吵，因为我在烧水，准备跟大家一起来尝一下这个限量版的这个跟 Peach 合作的这个火鸡面，看里面的这个限量的小桃子长什么样。今天中午为什么吃方便面呢？因为我刚给大家拍完那个关于韩国留学的视频。最近问我这个关于留学话题的朋友们真是越来越多，然后还有很多就是正在准备高考的朋友们啊，录完我嗓子都哑了。然后我查了一下，高考马上就要考了，因为我没有高考过，所以说我对这个日期没有什么概念。然后我一直想把留学的视频拍在高考之前的，然后一看高考就要考了，然后我今天中午就紧急的快速的给大家录了一个关于留学的视频，还没有剪，不知道剪出来什么样，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吧。然后今天中午就随便的，因为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时间了嘛，下午还要上课，随便的跟大家一起来尝一下这个限量版的跟这个 Peach 合作的这个火鸡面。不知道能不能对上焦，大家能看到吗？这个底下有那个小桃子，看就长这个样子的。因为这个面里面本来是有那个螯木，就是鱼饼的，然后书版就是把鱼饼换成这种小桃子版的螯木而已。然后里面的酱料依旧是一包火鸡面的酱料，还有一包 cheese 的酱料。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看过，很多博主最近在更新这个火鸡面的视频了吧。我之前的 vlog 里面也有讲过，这个真的我觉得是火鸡面系列里面我唯一可以吃的，因为我真的不是特别能吃辣，也许我以前很能吃，但是我现在真的不是很能吃辣，所以说这是我唯一一个可以吃的版本。 OK 各位，我刚刚已经把这个面泡好放过来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泡好之后的这个鱼饼，很可爱，长这个样子，就是那个 Kakao 的那个 peach 那个桃子的形状，然后里面大概有十来个左右的样子吧，这么一个鱼饼。然后现在就把调料加进去就好，然后我准备加完调料之后稍微放凉一点再吃。这是之前谁在那个 vlog 上面给我的意见，说觉得太辣的话可以放凉了再吃，因为我真的是自从生病开始，我妈就不让我吃辣，一点辣都不让我吃。然后本来我是挺能吃辣的，因为我看到那个评论里面有我的老乡徐州人，徐州人其实应该挺能吃辣的，我小时候也特别能吃辣，但是后来一段时间不吃之后再吃就觉得受不了了。然后把这个 cheese 这个粉末也倒进去。哦对，忘了跟大家说了，要稍微留一点点水在里面，我一点水都没有留，于是倒一点凉水进去，因为那个 cheese 粉是粉末状的嘛，如果一点水都不流的话拌不匀。拌好了之后大概是这个样子的，还是挺红的，但是闻起来又很香的奶油味，然后还有这个火鸡面的辣味。我真的觉得火鸡面的辣味有中毒性。哎，那边开着风扇可能有点吵，大家试吃一下啊。其实之前也试吃过了，没什么好试吃的。刚入口奶油味很香，然后辣味就停不下来了啊！我吃这个都会辣到不行，大家都知道我该多不能吃辣了。我看有弹幕说喜欢看我抿嘴吃东西的时候，在这里想说的是啊，我这个抿嘴这个习惯啊，真的是因为我现在做那个牙齿矫正嘛，因为上牙套戴在里面嘛，这个舌头就不能这个肆意的活动，很多时候粘在牙套上的东西都需要通过抿嘴把它给瞪下来，所以说吃饭的时候很多人看起来可能有点别扭，还请大家多多见谅。我现在就赶紧去把这个片子把这个饭吃完，然后把这个关于来韩国留学这个片子赶紧大家剪出来，希望在今天晚上就可以发出来。然后因为后天就要高考了嘛，也是给那些高考生的一个小应援。那我们明天的 vlog 再见，拜拜。
かくキッドが来いや、その宝石を狙ってくるのは間違いありません。はい、わかりました。26の文字が飛び交う中か。26の文字といえばアルファベット。现在满头都是汗，因为我刚刚从健身房回来。然后我进门的时候呢，发现我们家门口有两个快递，然后简单的想给大家做一个开箱。我的衣服一直是在一个韩国的网站叫 Cherry Coco 上面买的，这个网站是可以直邮到中国去的，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的时候就一直买他们家的牌子，就这个牌子，它是买够多少美金呢、就可以包邮，我具体的搞不太清楚，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我会把这个网站的链接发到就是我的微博的关于这个视频的评论里面。然后这次买了一件上衣跟一条裤子，还行。然后上衣买的是这个，是什么红色的一件，这应该说什么呀，雪纺的一个衬衫。然后还买了一条这种蓝色的一个很宽腿的裤子，如果说我将来会把它穿到视频里面的话，我再给大家拍那种全身的上身的视频。然后对，昨天我穿的那条白色的那个裙子也是就是在他们家买的，我会放一个视频在这个地方。那个裙子我觉得真的很好看，是他们家自己设计的，然后很飘逸，就是你转起来的话很好看，然后也不是那种很贴身的那种材质，我觉得很舒服。嗯，也推荐给大家。我会把整个网站的链接全部放在那个评论里面。然后还到了一个快递，是我买的面膜。对，大家可以看这个，我忘了之前有没有跟大家介绍过，韩国的本土屈臣氏欧莱雅一年有两度的大折扣，跟丝芙兰好像差不多吧，一年也是打两次折，年尾一次，年终一次。最近是欧莱雅年终打折，就是所有的面膜基本上都是半价，于是我就买了。我买了多少天？对，我买了50天面膜，然后买的是买了20天这个。这个是 MediQ 他们家的一款补水的面膜，然后还买了20贴绿色的药丸面膜跟10贴蓝色的药丸面膜。其实药丸面膜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面膜，但是为什么一直没有推荐给大家呢？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一直认为药丸面膜真的很好用，很想拍那种就是介绍我喜欢用的韩国面膜的视频给大家看来着。前段时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那个范冰冰她小红书写的那个关于韩国面膜的，就是那个主题的一个文章吧，然后我发现她对药丸面膜过敏，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对药丸面膜过敏的人，然后我就有点害怕，万一把这种东西推荐给大家，然后大家用起来过敏怎么办？所以说就面膜这种东西吧，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原来是个扇子，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自己去尝试一下。反正我是觉得蓝色药丸跟绿色药丸都挺好用的，就是怎么说，贴起来不是那种很油腻的感觉，就是补水同时也不是那种很油腻的补水，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因为有的面膜它的那个原液很稠嘛，夏天用的时候就可能会觉得有点闷得慌，但是这两款面膜对我来说从来就没有我这种感觉，而且我用它不过敏，而且面膜纸大小也很合适，所以说我很喜欢用这款两款面膜。
告诉花瓶太好。小允子，你方才捡到个卵石，吴金安，皇上，今日我们娘娘身子不爽，真的请病。皇上，皇上，人呀都敢这么放肆不羁，不知道嫔妃背地里受了他多少折磨。想跟大家一起来试吃我最近在欧莱雅打折的时候买的日本的零食。我买了一个这种蛋卷，还买了一个看不懂名字的长得像蛋卷的可能不是蛋卷的东西，然后还买了一个这个叫什么巧克力球，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反正因为我看不懂日语嘛，所以说就跟大家简单的来试吃一下这个零食。哇，巧克力味好浓啊，真的是所有东西全部都打折，所以说偶尔我会去里面买一下这种小零食，很浓的这种脆脆的饼干吧应该是。哇，好吃耶，这个好香，苗裔都来了。你要吃吗？你要吃吗？很多人反应要跟苗裔加镜头，给大家看看，你要吃吗？不行，你不能吃这个，文文可以，亲亲。好吃，很香浓。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哪儿吃过这个味道，什么国内零食是这个味道来着，记不太清楚了。然后来尝尝这个蛋卷啊。你也要吃啊？不行啊，你不能吃这个。他对我的零食特别感兴趣啊。里面是这种一个一个小包装的，一个包装里面有两个。这个好像是气子味道，哇，这个气子味道好好闻啊。安得安得那个，那种咸的味道的 cheese 应该闻起来，哇，好喜欢这种东西。好吃好吃，我觉得它不打折我也会买啊。以后，哇，入口即化，就是那种很脆很酥，酥到入口即化的那种。太好吃了，赞！你就尝尝这个紫色的，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味道，因为之前有人问我会不会日语，我不会，读日语，但是因为我看了日剧挺多的，所以说听力可能稍微会一点点。好像是蛋卷上面裹了一层什么东西，但是不像是巧克力，因为闻不出来什么味道。奶香味儿，奶香味儿挺浓的，但这个是什么蛋卷？跟刚才这个，芝士蛋卷不一样，是它里面的分层非常多，然后非常薄，薄，薄还是薄？薄，然后也不是很腻。那跟大家试吃了一下，我在欧莱雅打折的时候买了三款日本的零食，我觉得真的很好吃。第一的话我选这个吧，因为我对这种咸 cheese 口味的这种饼干真的是没有任何抵抗力。我现在一直在挡着嘴，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把那个东西吃粘在牙套上。哦，排名第二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吧，我觉得巧克力味很浓，而且怎么说，不是也不是很腻，其实这一款也没有很腻了，但是我觉得在这三款里面这款可能给我的感觉是它最甜，我不是个人很喜欢吃甜的零食，所以说这两款非常推荐大家去购买。 OK，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零食开箱，然后今天的 vlog 到这里差不多，时间就够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